前方出现了精英魔物，莉莉已经前去调查。 闪闪的机关水晶了吗？
是为秩序魔晶的力量而来。大贤者爷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阻止他。黑暗巫师巴尔曾是初代神招四杰，可后来他被魔龙的混沌火焰侵蚀，起舞我的战衣会刺穿你。